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直播。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彭泉七段为大家讲解第四届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棋赛决赛三番棋决胜局的比赛，是由中国棋手于之莹对阵韩国的崔晶。庞老师您好。陈楠好啊，也亲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就是非常荣幸再次来到天元围棋啊，为大家讲解这个应该说是万众瞩目的这个女子决赛啊，是。这个在决赛前两局的比赛中是，中国棋手于之莹先胜一局，之后崔晶是扳平比分。对。那现在在三番棋中，双方是战成了1-1平，今天迎来了决胜局，就这盘棋的胜者将获得本届吴清源杯的冠军。对，这个从前面两局的双方的这个竞技状态来看，应该说总体来说都是发挥非常的出色，非常的爆棚状态，各胜一局啊，也是我觉得一个正常的比分啊，那于之莹跟崔晶呢，也是长期占据中韩两国这女子等级分排名的第一，就可以说也是世界女子棋坛的一个巅峰对决。对啊，看看这个应该是在现场画面啊。大家来看一看啊，应该是在中国的福建福州，福州，对，比赛还是在线上进行的。这个坐在电脑前是小鱼啊。于之莹曾经进入过吴清源杯的决赛，她在上届比赛中是1-2输给了中国的00后小将周鸿祎，屈居亚军。那本届比赛再次打入决赛，应该也是志在夺冠。但是就说觉得对手啊，一点也不比上一届的轻松啊。崔晶的话也是重新来到了这个决赛的舞台啊。对，崔晶之前获得过一次冠军，一次亚军。应该说这两位棋手都代表了现在中韩两国的女子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和应该最好的一个状态啊。刚才陈楠也介绍过了，长期都排名各自的那个。国家的这个等级分排名的第一位啊，女子啊，女子啊，所以说这个，而且呢，两位棋手在这个赛场上，在大赛中战胜男棋手，我觉得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就说以前对吧，别的可能小美女们战胜男棋手还报个新闻，他们俩战胜男棋手可能就随便写写就算了啊，因为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强，战胜男棋手也家常便饭。但输掉女棋手，可能就要报道一下。对，如果是输棋啊，特别是女子比赛输棋呢，就可能会被一个那个相当于长枪短炮啊，大家就会 发挥失常之成类为一个焦点，哪怕赢了很多盘，只输了一盘啊，就开个玩笑。其实这两位棋手也可以，大家马上可以进入到棋局，可以看到，应该说棋风都非常的严谨啊，很全面技术。实力也非常的强啊，对。然后当然了，1-1的话，今天的话可能双方的这个心态上啊，可能还会甚至有点起伏啊，因为这盘棋肯定会，我觉得经常会有波折啊，有波折啊。那总体来说，胜负的话，我觉得不管哪一方都需要点运气啊，想拿吴清源杯需要点运气啊，不就是仅需要实力，还需要运对，因气。为确实实力太接近了，就是你就过分接近的这种棋逢对手，那就说实话你也搞不清什么元素能让你赢。对吧？就是所以说，可能有时候也需要一点那个什么啊，我们说那科学以外的事情啊，开个玩笑。其实总而言之呢，这两位棋手应该说是实至名归啊。今天而且也迎来决胜局了嘛啊，我们来看看。当然了，我们是更希望小鱼有更好的发挥啊。我也站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讲解的这个立场上啊，对吧？好，那我们先进入棋局，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看到的一局精彩对决。对，经过这个应该第三局是重新拆签啊，因为拆签之后啊，这个中国的于之莹拿到了黑棋啊，而且前两局有一个很奇怪好玩的现象，就是执黑的一方都获胜了啊。虽然说现在这个一个三又四分之三子，也就是相当于七目半的大天目，好像看起来白棋会感觉更加从容一些。但是呢，这一届决赛不知道为什么两位棋手都是执黑下得非常出色啊。但是在年初3月份进行的也是世界最女子最强战，就决赛也是他们俩，当时也是执黑的赢了于之莹，对，这个，所带以着说崔晶。就这里就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就执黑好像占据了一个主动，所以今天的话重新猜到黑棋，我相信小鱼的心里，就是那种就会多少有点安全感，你知道吧？就是有时候是说不清楚，就是他那个人啊，
就是你想前面两局是黑的都赢了嘛，嗯，那他肯定是希望猜黑的，嗯，对吧？肯定不想逆向去那个是是是那个去从对局心搏理斗的。对局心理来说，猜到黑的会有一点小的心理暗示，就是说嗯，会让他可能更放松。是。就是相反，最近猜到白棋呢，肯定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紧张啊。嗯，不知道会不会有点波动？我觉得会有一点啊，因为肯定是都想拿黑的，因为前两局来看，两位选手执黑发挥都更加出色，特别是小菊上来那个第一盘棋先声夺人嘛，执黑也是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布局的思路，就是四角穿心啊，对，先先捞捞空，后洗。捞完之后，然后再跟你做缠斗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又看到了九马上的脱退脱定退制啊，所以有说来今天小的时话，候。应该是可以说是故技重施啊，想那个以失控啊压倒崔金啊。当然了，崔金我相信第一盘失利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第二盘他也是调整了一些战略部署啊。第二盘棋至少在实控上没有让于志莹在小鱼拿到更多的优势啊，至少变成了一个均势。是。所以说这个围棋就是这样的，非常的好看啊。请问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对抗，特别是番棋啊。还是一个心理和那个战术战略的一个对抗啊，是，所以今天崔金怎么样化解这个小鱼的这个所谓的先捞实控啊，四角穿心啊，我们来看一看，拭目以待啊，就是，就执黑的一方，尤其是在这种决赛中，他布局一定是有准备我觉得吧，就是下到这个份上，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于志莹和崔金应该是已经相互下了40多盘了。对。应该是小鱼领先几盘，我具体的数据不是先个三盘，很，不是很记得清楚，大概就是一个20几比20的一个状态，就是，22比20，对，就大概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小鱼以微弱的那个胜率领先啊，就大概领先个两三盘对啊，对对，具体数据我不是特别记得住，因为这种事情呢，那个你看到一查，看到那个 你得数也数据不清。不完全统计，对，但是呢，应该这个事情是比较靠谱的，就是双方首先下了40多盘是一定的，对。然后呢，从总的胜率上来看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因为多赢一两盘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的五五开啊，就是说，双方的比分是交替上升的，就是，是你赢我一盘，我赢你一盘，或者我赢你两盘，你又还我一盘，就是很难，就是好像连胜对方很多盘啊，就是也可以看到呢，就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决赛呢，两位棋手的这个悬念，我觉得是更加的那个胜负的悬念就更加的，让人难以猜测了。因为是，确实，谁赢谁啊，都非都常正常，都正常啊。但我们看到这步棋啊，其实我们这里就是我也给亲们说一下，其实不是说这步棋一定要下，像这个时候你挂个角啊，比如说这里猜个边，或者是挂个角，挂个角都是可以的啊。那为什么要点三三呢？其实就非常明确，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小鱼啊，于志莹的一个战术思路啊。因为他第一盘棋就是尝到甜头了嘛，第二盘棋其实是想接着捞的，只是崔金没有给他那么就是是对方也改变了改战变了战术术。之后没有给他那个取四角的机会，所以这盘棋呢已经手握两角了，那现在这个三三不容错过。其实他第一局也是错小目，但不是这个位置。他是在这里，对，在这个稍微变化了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你如果一个招式啊，现在的围棋，因为他下完之后呢，他都可以用那个，电脑进行一个辅助的那个，就是复盘或者是辅助的这个总结。那如果你完全一模一样的招式的话，会非常的危险啊。别人研究透了，因为他特别是第一盘棋，你是这么赢我的嘛？那我下完我总得看看我输在哪里了嘛。是是，那输在哪里，我哪里有问题，他就会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刻的反思。我觉得每一个棋手应该都会干这个事情，球们啊，很正常嘛。他就决赛那更会了啊。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用一模一样的招式的话，会非常的危险，因为后续他就会很多地方他都会那个进行那个修正，对，都摆过的。他就会去摆，对。所以说，就算同样类似的一个元素的一个布局，所以说这里站位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这是非常机智啊，就是因为毕竟你不能那个一模一样的棋，
下好几盘，这个非常的那个危险，而且上一那一局应该是点的这一边啊。对，现在呢，我们大的思路不变啊，我们点在了左换换下招，啊，换换招，但稍微是换。上面这个彭老师这个还是选择高拆，就跟这边的位置没有关系吗？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定式嘛，但你也可以低猜啊。这两个棋，棋友们如果问我高猜还低猜好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就，我跟棋友们交流时候，我拒绝回答这种问题啊。为什么呢？我说这个事情根本就，你们看哪个长得好看，你们就下哪看个。哪个顺眼？对的，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搞不清哪个好啊，就是反正你只要别不猜，拖先让它加过来就 OK 了啊。就现在感觉是高拆的比较多。对，就是这里的话，应该是他们后续有一些，比如说猜过来的研究了，或者黑的逼过来之后，认为高猜比低猜的这个位置会更加的，显得这个边充分一点啊。当然，其实总体来说是高低猜关系不大啊。然后，因为这总是要猜的嘛，这地方挂完总是要猜，然后点三三啊。那这个问题又来了，白棋挡哪边？这个问题要不要这个回答我一觉下？得这种事情就是，如果棋友们下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衷心的建议，像这种地方，大家，我建议大家就是凭自己的那个第六感啊，直觉。直觉啊，因为大部分情况下，这除非是有特殊的场合的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你在这个地方去思考挡哪边，我觉得有就是胜负不在这浪费时间的嫌疑，就是如果是比赛的话，你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的那个思考时间，因为挡哪边。肯定首先都是可以的。第二点的话，挡完之后的定式，基本上所有的定式，但双方都是两分。你说你何必呢？在这个地方去，纠结啥啊？你觉得这时候哪边顺眼你就挡哪边呗，因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出入啊。所以说，像这种地方点三三呢，就是我就这里给棋友们个建议，就选择你喜欢的，选择你平时对点三三定式熟悉的，就是你觉得哪个定式你更加的那个熟练，就不要一个局部就走崩了。对，你就去下那个定式就完了。下完之后再去下大场，因为本来点三三现在的话出现频率非常的高嘛，是。棋友们经常也下，所以说呢，这种地方真心不要太多的去纠结挡哪边，因为有区别，但是呢，区别非常的微弱，没有太大的实际的意义。特别是开局啊，如果是你说下了30-40步，那挡哪边肯定有意义，因为它有一个方向嘛。对，有配置。有配置方向，像开局这种，四周都非常空旷的情况下，就你随你就开问心题了不大啊，随你开心啊，赶我的建议就赶紧下就行了。这实战双方那个布局也下得特别快。我这个肯定就是就相当于走流程嘛，是我们就是，这也就是有些棋友们会说啊，跟我说，哎，老师有时候看这种世界大赛，现在看这种决赛啊。总是那个同一个定制、同一个配方、同样的味道啊，就特别是布局啊，感觉有点乏味，不像以前好像那个，对吧？百花齐放，就是下什么布局的都有。对，这个事情说实话是，我觉得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就因为由于这个AI 的产物，出现之后，对，那个电脑出现之后，AI 出现之后，人工智能之后，那你作为一个竞技围棋啊，那谁也不想自己上台亏损嘛。对照着吧？胜率高的下，那他必须得撑住自己，哪怕就是一目半目呢，他也不愿意亏。当棋友们下就无所谓了，就是你下得开心就好，你也不用一定背他的谱。就是但是比赛来说，作为一个特别是像进入决赛这样的，为什么说真棋会无名局没有妙手少？因为他首先想的是我尽量不犯错，棋友们。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这个跟风格是没有关系的，就跟我们比如说我们看足球比赛一样的，对吧？你哪个队伍再玩的花，在那个攻的凌厉，但他踢决赛的时候一定也是先以防守为主，因为是万一那个被你那个偷袭两个，我冠军就 没那个是了。表演赛。不是，就是说他前面他可能会比较放松，比如淘汰赛的时候啊，小组赛的时候会比较放松，踢得很华丽，但是他一定踢到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哪怕同一支队伍。他都会相对越来越稳健保守，为什么呢？因为万一被你偷一个呢？一个是对手实力越来越强，二万一被你偷一个，那我不冤大了嘛，对吧？我这跟你在那个表演了半天，然后最后自己一个低级失误，然后送掉了冠军。所以说不是说这个棋手们保守啊，我觉得所有项目都一样的，甚至那个队员他自己都要求那个教练，你排一个稳点的阵，对吧？派点防守队员上来。对吧？别都是攻击手，就因为他大家要渴求那个冠军嘛。大家都知道，对吧？久攻不下，万一被偷袭一个，非常的冤。就围棋也一样，所以越下到决赛的时候呢，我们会越容易看越到，稳。
就是大家都会的定时，甚至闭着眼睛都会下的定时。为什么呢？因为双方都不想涉嫌，就是，是也不愿意涉嫌啊。我觉得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只有开局的话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小乏味啊，我来判到，然后这里顶完之后，这里也不想拖了，直接顶了班，然后走呢，我简们就单下出了一个可能请我们又是视觉疲劳的定时。那个每盘棋一可能般一都段，先半段之后，然后打吃下一个，很多棋友们说这个叫十字架定势，因为这个吃这完之后个，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啊。那要打这个呢，叫什么定势？打这个不知道啊，没名字。打这个的话也有啊，反正这个棋打这个都有嘛。就我相信，特别是看棋的棋友们、看比赛棋友们见得太多了啊，基本上可能经常出现，每盘棋都见成对，啊。那今天小鱼选择打这个是，啊，就这里的话都可以选，都可以啊。然后打完之后啊，那就下一个标准的定式。这里的话，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这就个，跟征子有关系，对，陈楠说的太对了啊，那就听美女的啊。那为什么跟哪个政策有关系呢？我们来用陈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地方，下到这里的时候，白棋如果能争掉这个子，它局部就是白棋还可以。对但是如果它不能争掉这个子，只能走这个的话，它应该是一个两分的局面。对，说的那个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的专业精准啊，那个一字都不漏啊，兄弟们，谢大谢家直何接老拿来师。用就好了啊，这听陈楠没有错的啊。这个，所以说呢，我们这里回到这里啊，其实下到扳段的时候呢，作为黑棋，它就会有一个考量，兄弟们，如果这个棋刚才说的真子白的有利，所以很多高手他就会选择吃在里面，打这个，然后吃在里面或者拔掉，然后再脱线。如果是真子黑的有利，他就会吃在小鱼的这个边，然后从这边出来，那当前局面的话，这是边有一个这跳，有个跳是争不掉的，所以说小鱼选择了吃选出择去。这个，就是说，面对扳段的时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刚才这个定式的争子，看一眼，如果被白的争掉了，你就选择内打，然后内打提或者内打脱先都可以啊，就这地方或上打一下内打一下脱先，选择也很多。如果觉得争子是有利的，那就用实战鱼之影小鱼的这个二路打啊，从这边打完飞出去啊，因为对方争不掉就只能飞啊。这样的话争掉的话，因为形状会白的会更厚实一些，飞的话会留下一些余就味。走这个定式，对，这个定式打一个，也如打愿一算是下，拿到个角嘛，如愿拿到了自己的角控啊。然后白棋是走这个，然后下一步棋就非常的明确了啊。我觉得下一步棋其实是个分水岭，就是下到飞的时候，黑的其实是可以在这里做挂角的。打散这边，打散这边的啊，但是下一步棋就会下得非常的凶狠啊！我觉得，黑棋的想法非常的直接啊，小鱼就想我就想复制第一天就是啊，想不捞空，第一局啊，不是第一天，第一局的那个先捞了实控之后，压迫锤金让他攻击不得力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啊。就是这步棋的话，其实下一步棋我并不是很推荐棋友们去频繁的使用啊。我更建还是建议大家去下一个分走割，这个，因为分割的话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啊。比如正常这样下，这时候呢会这个棋会更加的漫长和相对中庸一些啊。就这打样散这个局打面，散的话呢，其实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这个白棋的这个势力稍微的控制一下啊，因为我们这里有三个子嘛，它这里就围不了什么大空了。然后这盘棋呢打散了之后，大家慢慢下呗，肯定是可以的。这实战那个这个下法呢叫艺高人胆大，就是说除非是一些包括棋友们去用这个实战鱼之音的这个下法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到一点啊，棋友们，就是你要对自己的做活能力或者制力攻能量，力。不桎梏，这不是攻击，你要对自己做活桎梏能力非常有自信的，那你可以选他这步棋啊。如果是很害怕被对方攻击的棋友，那你还最是好还是打学散，我的，赶紧这时候先进去，因为现在挂进去的话呢，怎么样都不会被攻得很惨。而且这块棋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下面这条巨大的外势呢，这条边呢，白的这个大本营呢，黑的总是要去处理的。如果你再缓一手呢？再去处理，那就很考验你的做活能力了嘛。就是当然，你要艺高人胆大，当我没说。万一你害怕的话，我建议还是先进入到他的这个阵营中，会比较的稳当啊，亲们。就他这步棋可能也针对，就是崔京这个对手，对，一要定是的跟第一盘棋有关系。
因为他当时第一盘棋取完四角之后，虽然说好像看起来崔金局势还是比较主动，但是呢，由于时控黑棋是一直小鱼是一直领先的，然后崔金的攻击又有一些优柔寡断啊，就是不够果断啊，就是犹豫不决啊，就是最终的让小鱼又捞了空，中间大龙又顺利活出，然后很。好像最后就比较顺利的就拿下了第一局，就是说他尝到甜头之后，他就会觉得呢，崔金的直线的进攻能力抓住对手弱点，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强，所以说我要抓住你的这个棋的这个棋风的这个小的这个弱点啊，进行持续的打击。再来一盘，不，围棋就是这样的呀，就是你哪壶不开，对手就会提你哪壶，就是你哪个环节弱。对手就专挑那个弱的跟你下，就是很烦的，请问明白吧，就你哪个地方强，他就会搞一个扬长避短，就是你哪个技术环节弱，他就追身往死里整吧你。是，您说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赛前的准备工作，就研究这个对手，虽然他们俩已经很熟了，老对手，但是据说于之莹在赛前还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备战。这个我是很相信的，这里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给大家聊几分一点小的题外啊，就是说在这个方面说实话你作为一个中国棋手，而且作为一个中国国家围棋队的棋手，还在就下竞技围棋的，像小鱼这样的当打之年的棋手是很幸福的啊，因为你的团就是后面的教练啊，或者是教练组一定会，就国家队的教练组一定会给你一个很细致的训练计划，甚至很细致的一些技战术的准备啊，一些建议啊。当然女队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王磊老师啊，就是要不然我们女子围棋为什么现在成绩越来越好啊，那背后肯定是有中国国家围棋队的这个 对吧团队分不开的影子的啊，对，虽然说大家那个夺冠的时候都说是中国，对吧，中国棋手，或者是很多棋友们更多觉得好像是棋手那个发挥的好，其实背后呢有很多会给他很多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他看了很多谱之后，比如说打个比方，王磊就会告诉小鱼，我发现崔金那个直线进攻可能是他的短板，那是怎么样诱发他直线进攻呢？那你就捞空呗，对，四角穿心，是，那其实针对的这种战术就出来了，就是，对吧？为什么？我这里不是跟大家说那个，我在这跟你们聊吹牛啊，说是为什么大家不要听我的，他那个是要有上数据的，上棋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通过分析崔金的几十盘棋，他的赢棋怎么赢的，输棋怎么输的啊，很多棋大概率是怎么输的，那是上那个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个就是基础的硬核，对对对，那是硬实力啊，请问不是我在这跟你们讲棋跟你们吹牛啊，就是那个是要上棋谱的，所以就是说背后它是有一个团队还有整个国家队做支持，对，所以说就相当于要上大数据的，所以说小鱼选择这个先捞后洗的战术那就不是凭空来的，请问他一定后面有教练组的支持的啊，对，而且呢本身比如小鱼也比较擅长下这种智孤也不软，然后这时候就会给他建议你尽量的跟他下多捞一点空啊。对，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后面是有很多大数据支持，要不然呢棋手也不会服的，对吧，那你说了这事情到底靠不靠谱，用毕竟是，对吧，我用了你的万一不靠谱，那不是这个冠军就丢了吗，那这时候教练组一定会拿出一些，对吧，真实的这些棋谱和数据的，那一看啊，小鱼一看啊，好像是的，我这个对手攻击没有那么凶猛啊，所以说我们来看看他实战这步棋啊，我觉得这步棋非常有个人色彩，继续捞啊，接着捞。关键这步棋接着捞就算了，下两步棋简直已经捞到了，我觉得像崔金可能直接要上火了，就是我觉得难以忍受了啊，就是你这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我们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啊，跟大家刚简单的说几句题外的之后啊。他就是要把局面引入到这个格局。这时候崔金其实这步棋就可以看出崔金的棋风了，陈楠。很稳。就如果是为模样应该是单关的。对。他走得很坚实。就说他的骨子里他还是喜欢失控的。他还给自己留了条退路，你知道吧，就说这样的话呢，他对这个模样肯定是甚至以后打入清霄。肯定是高位。高位对打入清霄会那个更多的能压制住黑棋。对。这个棋最大的特点呢是把这个点成三给防住的。但很明确的这里有一个尖冲嘛。尖冲的时候其实黑的白的不是很好捉住黑棋啊。有利有弊吧，这步棋就可以体现出崔金骨子里
还是喜欢实况的，还嗯。是挺财迷的啊。然后接下来小鱼，我觉得就有点过了这个啊。不管输赢啊，就这个事儿做 的你有点，又不推荐吗？这个，严重不推荐，请我们下绝对不推荐，就这个就完全就要不地道，你知道吧？就是，就是说，你就吃死他，吃死对面不敢杀你龙是吧？这个真的过了，这个不能学啊！就是请我们一定不能学，你就正常的，他实战是走完之后下这步嘛，你就正常下这步 OK 的，这步是超级大场没有问题。但接下来两步棋，严重推荐请我们不要学啊！当然了，它有个人色彩，我们另说啊。我们来看看下两步棋那如果现在直接下这个，您是推荐的，这个嘛是大场嘛，正常正嘛常的，啊，正常下法嘛。但他实战的他下先法，走完那两步再下这个就是我觉得拱火的意味就非常浓厚了。就是说，就是想拱火。我觉得崔金这时候，所以说崔金还是选择后面的打散，我觉得已经很明显的体现出崔金的棋风了。一个如果一个正常的棋手，可能这时候火气都上来了。我们来看看小鱼究竟干了什么，请这两步棋太狠了啊！再捞，他把这个子动出来，这个地方也给青木说啊，白的其实顶的时候，白的是不会挡里边的，因为跳出来之后呢，通过我们简单的摆两步，是不是随便的摆两个子？这时候呢，青木会看到呢，他这里摆一个小的跳出之后呢，顺势就把这边的模样给破了，因为这几个子肯定捉不住的嘛。你具体走哪里关系不大，因为这里的话黑的很清零，如果你实在要过来，我实在不行是可以弃子的。比如说你撞一下，我也算这边撞后了，我们就，他就是要有几个子做一个，就相当于就有几个子做一个残子，做一个借用之后，一限制你这个大空的发展。他其实不说一定要跑这两个子，所以说你一旦这边花太多手数，黑的是能接受的。就灵活转身对对对，所以说他顶的时候呢，白的是不会往里挡的，大部分情况下会选一个外扳，那这时候当黑的只有拐一条路可以是走。这个。白的接住，就这两个步棋交换呢，在黑棋的视角里呢，先手吃了三个子，拿到了大概六七目棋，加上自己逃的这两三目呢，也就是说先手拿10目，那个实控是非常香的啊，没什么可指责的。但是弊端也非常的明显啊，就是黑白了这里多两个子以后，这个外面这个大模样以后就非常难以清消了。毕竟刚才如果没有这些子，球门会看到以后他在这个一些地方外面上空降兵的时候，其实还有先手味道的，很容易很从容的在这边就可以消掉他因为的外，这边借用就没有了。各种借用嘛，就是你各种这地方掉一个黑白的，其实可能都要回手的。但是这两步一下完之后呢，等于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铜墙铁壁的环形，以后再清消这就显得非常的困难了。关键最过分的是他还不清消啊，我们再让看你是维的持啊，吧，对，然后他继续那弄，再回去，回到上面。这就非常明确了，他意思希望崔金去张一个，然后以后打进来啊。然后崔金也没有张，去扩张这块棋。其实我这里我觉得从这个布局来说，应该是成功的，就是说他其实是成功的拿捏住了对方的一个心态，或者是对方的一个棋风啊，就是说让崔金呢不愿意下这种大模样杀龙的这种强烈攻击屠龙这种下法，他就说吃死你不会去这么走。就是说，这是一个针对人的下法，35、37手，而且就是这个顶了拐。所以说，平时的棋友们，我是绝对不推荐的，因为这个棋，说实话，正常黑棋、白棋肯定应该会在这边展开了，然后就说实话，咋消也不知道的，对吧？可我是们他应该从他的下法来说，不，他他是肯定知道希的。望这样。我说的是，比如我是不知道的，对吧？看着这个样子，反正肯定不能让他围。那具体以后怎么清消，掉在哪个位置，根本就不知道的。掉的稍微深一点，可能有性命之忧啊，就因为太厚了这地方。对，白的其实这步棋很明显是一个绝好点啊，但他也没下啊，对，所以说有时候决赛吧，为什么说看棋的时候他就会有很多意外存在，你知道吗？看不懂啊。你说崔金担心是啥呢？他不想走你设计的套路呀。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个棋不下，那以后人家进来咋办呢？他还是这个位置吗？如果你都不捉攻他，那这个棋吃三个不就变成好棋了吗？他还顺便刮你点目啊，顺便等于是走之前还顺手牵羊。说明我们的战略还是挺成功我觉得从下一步就是崔金没有下这个二尖跳手脚，我认为这个布局是成功的。当然，球迷会说：“哎，老师成功的布局那个，那最后能赢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围棋的话，你要比布局中盘、官子的，至少是三大类的。
对吧？你一个战略成功了，并不代表你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嗯，当然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啊，就是我们持续这样的去研究对手、克制对手之后，那肯定是那个胜利的概率是越来越高的。嗯，就这个事本身这件事情一定是对的。当然，你不能说每次针对到对手之后，你都一定百分之百赢，这谁也做不到。我觉得女子的棋主要还是看后半盘。但是这两位棋手。跟别的我觉得小美女们不太一样、啊、嗯，因为我本来就做女子的那个围甲教练嘛，嗯、我是非常清楚的，每次他们下女子围甲我都全程观战的啊，就是小鱼也好，崔静也好，就是会让人看，比如说你看到于志英下棋啊，你知道吧，是哪，你就不太想看她下棋，不太想看她，为什么没什么可看的？其他的棋手您难道不觉得心跳很厉害吗？不是，看他的棋就像一杯那个白开水一样，嗯，就是特别是他对上一些比如说实力明显弱他一筹的棋手，他就是上去布个局，摆个造型，走个流程，下到个比如七八十步的时候已经没得看了，嗯，那个别的小美女已经就垮掉了、嗯、因为毕竟他是中国第一人嘛，对、嗯、然后已经就垮掉了，然后估计比如说我举个例，比如这个时候那个比如说输五目棋，然后呢收收冠就输十目了，那就小他非常的稳，他绝对不会说优势的时候那个小鱼去跟你什么、嗯、什么一言不合什么脾气上来了跟你上头跟你什么对发挥很稳定，对，他就是走流程，那一般的那个小美女们根本就扛不住啊、哎、你内力不够实力不到，那就是得上去就是得双方得就一言不合就开打，摆个造型就输了，所以看小鱼的情绪就会发现很乏味，嗯，没什么可看的，因为上来他就领先嘛，基本上、嗯、跟很多女棋手下，嗯，但是呢，你要看别的小美女们下啊，就跟你说的那个就不心跳加速了，热闹了，不是这个心脏受不了，就是特别是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看棋有时候你可以有一个 AI 的辅助，嗯，可以看到胜率，看到胜率。那个一步棋差七八十个点是家常便饭啊，嗯，就翻转啊，两个像那个心电图那个样子，对，就这样嘛，对，或者像那个瀑布下去了，然后又上来了，就是您喜欢看这样的棋？我不是我喜欢看，你就你那个就是你看小鱼棋，你不知道在看什么，因为他就单方面碾压了嘛、嗯。看这样的棋呢，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很多的女子棋手们其实非常的好战，就双方一言不合。就是哪怕我知道我赢了，你这个棋你怎么能下这儿呢？我就觉得你这有时候我就问他，很容易上头。对，我就说你这不都赢了吗？优势吗？你怎么不是让一下？老师，我觉得他这步棋不合理，他这个时候该补他不补。嗯，我赢了我也要杀他。哦，就是他不能接受这个棋，就说比如说你过分，那这个玩意儿不就肯定你想嘛，那就心跳加速啊、是，但是呢，你要看小鱼下看崔金下棋，兄弟们，这是完全不一样。就为什么他们是明显第一人啊、嗯，其实不是说他们的技术比别的一些女棋手有多大的领先，关于他心态啊，他稳，嗯，他脾气没有那么大的脾气。那他们俩对就看谁先发脾气嘛。对，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所以说我刚才就说，如果一般的棋手，如果于志英这么下，我相信肯定就放在这儿了，嗯。对吧，然后你那边走完之后下一步我就过来了，甚至直接就高举高打，你进来就开吃了，嗯，就是我也不跟你聊那个，你这也太看不上我了，这还要顺手还没消呢就顺手牵羊牵了我十目棋，对吧，嗯，这啥意思 啊我相信一定是下类似这种棋了，嗯，但是崔金他会思考，就刚才陈楠说的，他会想你希望我下这，对，而且第一盘他也吃到苦头了，因为他那个没有去屠龙嘛，你不就希望我下这，然后你掉进来，然后又走第一局的套路。如果我下这儿，黑的应该是这边会进行一些攻击，嗯，然后黑棋先把左上做大，然后呢把这个大模样留给崔金，嗯，崔金反正其实我们看这个格子是一手封不住的，你最大限度封到这一线，这一线我也肯定能进来，嗯，而且呢那边你还不一定拿先手，如果我拿个先手，我啪这就一扔，对吧？这时候虽然说可能应该下类似这种猜。但是呢，从对局的角度，嗯，双方这个战略的博弈的话，这时候崔金就会很尴尬，因为对方一定空降兵会进来的，进来之后，他到底怎么选择？嗯，是退守还是猛攻？是，就是重蹈第一盘的那个。他还是想改变格局的，崔金。对，所以说这才是，这就是经验丰富的棋手啊，这就是为什么说是世界冠军啊，嗯、为什么是崔金啊，不好对付呀、啊？他知道你想怎么对付我呀、啊？嗯。
然后这时候，而且特别是你这两步棋已经非常明确了嘛，那这时候我怎么办？我们来看看崔瑾给的答案。我觉得这两，这时候的转身和这时候的清消，体现出崔瑾非常的成熟啊，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我强攻的话不是我的棋风，不是很擅长，对，那就怎么办呢？就能看到。他走一个地躺圈啊，我们这里不给大家过多介绍这两步棋的好坏，就大家从思路上那个去棋友们去品味一下啊，对吧？就在大势上呢，他这时候其实白的已经在转向了，他就是以后利用这个外势，可能通过攻击要收控了，说白他就不没想做大模样，那不可能做大模样跑到二路去做的嘛，对。对不对吧？掏到人家脚底的二路去做大模样，就你不跟我说那个说故事嘛？对，天方夜谭嘛，这不是 对，啊？所以说他这时候转向，其实我说那转向可能前后有一点矛盾或者怎么样，这个不重要。他转向的话呢，能够打破小鱼想四脚穿心的意图。是。他通过这步棋，不管是从活了边还是活了角，因为你保角他就活边，这个边很大。你保边他就爬角，他就活角。通过这步棋的话呢，它可以大幅拉近双方实控的差距。这样的话，当你再，因为你一定下这步的嘛，当你再下这步棋的时候呢，他就肯定用一个缓攻的策略，然后跟你收控。慢慢收控。对，他就把这个棋的导向，往第二盘的那个均势，双方均衡的那个棋，然后他靠那个综合的实力和硬实力呢，想赢小鱼，就往他认为他更容易胜利的那个战略格局去导向，就双方都想把棋局引到自己那擅长的所以说围棋好看嘛，就是说这个叫斗智斗勇嘛。如果这时候他猜这个，可能应该猜，但是呢，这个从大的战略上呢，就叫有勇无谋，你知道吧？很多我相信很多都会猜，因为猜完之后一定做大，然后最后肯定是最后空降兵的这个调进来之后围攻这个子定胜负，对。现在的话呢，就变成你进来说我少个子，我肯定攻不到你了，我就顺势收控，等机会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步棋，其实崔瑾下的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老练啊。这个为什么他常年占据了韩国第一，甚至常年是大家认为他甚至是世界第一的这个原因啊？世界第一，可能小鱼不答应，可能小鱼不答应啊。但是呢，其实，在很多的棋友们的那种心中和就是论调中，感觉崔瑾好像要成绩好一些，更加要稳定一些啊。这就是答案啊，棋友们，就是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围棋是先下战略的。我一定要先破解你的四脚穿心，不能让你，包括这步棋，其实陈安已经很明确了，已经其实就已经有点放弃这个大模样了，对吧？这个地方拱了步火之后，你还依然能够冷静的，对，下这个四十、四十二，进行周旋啊。所以高手之间对决，还是要解读一下心里边对，所以说这时候我可以明显感觉到，我觉得如果站在小鱼的视角里啊，如果我下这个棋看到四十、四十二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两个字，我的心里。你知道吧？失望啊，没照自己的套路走。对，那个你，我给你安排好了，你居然不按剧本走。对吧？这个人太烦了，针锋相对，烦死了啊！对吧？你这个想赢你盘确实不容易，是，就是太不好对付。不好对付。关键不在于这两步棋的对错，兄弟们，我们来把这个地方看，因为他这里走完之后呢，非常清晰。如果你堵外面的口。对你挤嘛，他就从这边出来实战。如果你堵这边的口，他就爬活嘛。爬活完之后，因为其实我看这里大概就掏了至少黑的二十多目棋了嘛，自己能活个五六目，然后掏掉黑棋将近二十目的角，对吧？实控差了大概二十多目。二十多目之后呢，反正这里我也不围了。你就说其实我看那上面失手之后呢，白黑的其实也只剩下这两个角了。对。左下跟右上了一个角十五目呢，其实你也就三十目的实控。加上这些边呢，也就四十多目。对吧？我这里多多少少总能就白棋边两个角，黑棋也两个角。不，白的从这个角呢，我围个二十目没有问题，因为你要消这个边嘛。这里我有点步，加上那个角，我三十多目也没有问题的。那你四十多，我三十多，刨下天目，那不就是个军事嘛？是，我就不去下那个你那个你六十我七十的那个大格局了。然后你掉进来，我一毛钱没了，对对对吧？就是这时候呢，如果保角就小于实战的这个棋，那我们打完一虎。这里应该也是一个套餐，小套餐。打完一虎之后，也是左右逢源，这里要出头，他黑的肯定只能打里面啊，要不然这个角对，然后就是他尖起来，尖完之后又是一个左右逢源啊，这个局部，如果你打这个，他就从这边开菜，一个菜二，非常容易安定。如果你从这边逼过来，
从只从局部而言，他打一下，嗯，打一下之后，他露一剑，然后这两个剑合，他就活了，嗯，对吧？非常的轻松，两个眼就摆上了。你藏他爬嘛，你挡他虎，嗯，然后你要打他就踩耳，他肯定也是活的。所以说这个棋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把黑棋的潜力给消了。这样的话，如果一个角15目，其实我们会看到小鱼大概来到45目，45目。强吧，那个这个角可能稍微大一点，那大不了太多那白棋呢？白棋这里只要保证有二十目，这里下面底部五目左右的二十五，这里活个五目三十目，这里多少有点，有三十多了。嗯，这还有点潜力。你破完这里之后，他拿个先手这边开拆，他也四十多。嗯，那这个棋就是标准的收官棋军事的一个慢慢磨的一个功夫棋。嗯，我们会看到下功夫棋，崔京还是非常的有信心的。是，这也是他的。一个棋风啊，他就强行把这个棋导向一个双方的分割，而且下面几步棋我觉得就是面子都不要了，真的啊，就是有步棋我真心下不出来，你们来接着看啊，嗯，他就为了让这个棋成为一盘那个漫长的拉锯战啊，真的就是棋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就这时候棋我们注意，为了我们的冠军啊，开个玩笑啊，为了吴清源杯啊，这时候面子是啥不重要啊，棋我们啊。为什么我这么说？我们来看一看最后崔京干了什么。嗯，就他的反制，在战略上的反制啊，应该说非常的强烈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看到这时候，说实话我挺想笑的，真的。就特别是他接下来有一步棋啊，嗯，也太直白了，你知道吧？就是摆明了，我今天就不攻你了啊，你看着办吧啊。我们就是开那个，就相当于开老爷车了，不飙车了。嗯，啊，这个。虽然说最后胜负难料，但是这步棋也是不能给棋友们推荐的。就是我其实这盘棋怎么就是不能给棋友推荐的？没法推荐，它就是完全是一个针对人的下法呀，嗯、就是针对你的大战略的下法，不是说这个棋应该下这里，嗯，它就是说白了不肯涉险的，他就不想进入到你的那种、套路中去，嗯，就完全是一个反制人的下法，这个肯定。不能推荐的呀，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正常状态，正常的状态的一个正常的，就是那种很漂亮的局部的手段。嗯，我怎么敢推荐，请问对吧？你用完之后，你说黄老师我被坑了啊，对吧？一点都不好用，他这招啊，他本来这招就不一定好用，嗯，所以我们不能推荐。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嗯，哎，庞老师，这地方我再多问一句，那这种棋一般是走在这儿的吗？如果说棋友下，我觉得啊，是不是搬这个，好多人会想。搬这个的话就显得没有那么扎实，推背刺一下，嗯，刺一下之后呢，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你当然只能接了，白的黑的在这盘攻击，嗯，这时候我们看到这里，你就算打掉你也只有一个眼，那你就往天上跑，往天上跑，其实虽然说你很痛快啊，你说我出了头，老师也不怕你，但是在崔京的视角里，往天上跑干啥？没目呀，嗯，他这个很清楚，他这样回肩一个看似。这个棋有点龟缩，但是呢其实已经给你安排完了呀，就是等于是这个 A 这个算 B 嘛，嗯 ，AB 剑合嘛，你逼过来他就虎这个头，你长他就拆边嘛，嗯，就是你打也一样嘛，谁是他能一路打一下，这样的话已经活了这个，对，他就是就地安定嘛，他这盘棋就是目标明确，就是只求自保，嗯，就是说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就这个棋呢，我不要求布局领先你。他也说白了也知道你们这种针对性，包括是说白了中国和国家队的厉害，那我不跟你玩这个前面的这些东西，很聪明啊，我感觉啊，我就跟你泡后面，嗯，因为你官子总针对不了我了嘛，对，准备不了了嘛、嗯，因为谁也不知道这盘棋会下成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跟你拼那个中后排的那些小细节，嗯，我认为我的小细节是这现在全世界是最厉害的，还有自信，还有这个自信啊，就跟你拼那个、嗯、这些小关子啊、嗯，那是拼小关子，首先有一点啊，要把棋打散呀。是，你不能下大模样，下大模样，互相下大模样，咋拼关子嘛？那就拼那个对杀了嘛。是、嗯，所以说他这种棋很明确，包括这些棋，其实不是虎一定不好，他这盘棋就叫没有战斗这颗欲望，这没有战斗的这颗心，他就是想跟你拖球门啊，他就奔着功夫棋去了，他就奔着那个拖把流去的。嗯，所以说他不会去虎的。其实虎好不好不重要，他就是求个安定跟你往后拖的。这是他的战略。他整个战略特别是这步棋我觉得这两步棋非常的能够体现他的就是战略意图。嗯。这两步棋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这边大的。是。感觉这边拆边更大。但是呢就是他就不想下那个棋了。嗯。然后我们来看嘛，然后这时候你肯定要进来嘛。
对吧？嗯，我就是放生的嘛，就是他就是放生，而且但下步棋放的有点过了，就放到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撕破脸了，什么？来看看下步怎么放。其实小鱼已经下得很拼了，直接倒下了。正常来说应该是往天上走的，往天上逃的，可能会感觉是个本手。小鱼就直接往下一个闷子就往下挡了。那这还不上面震它？对啊，就不震吗？想震啊！先震了再说呗 啊。对呀、啊。对吧？然后崔就金，白棋这么多子，这边同一崔条金反铁正想并。也没想就没震啊，行了。我相信可能，10个棋手里面9个都是正的。我觉得甚至啊，10个职业棋手里面9个都是正的。嗯，想往天上下。先震了再说嘛，震完之后，反正你怎么活我不知道。然后以后我震完之后逼这个在这边拿模样嘛。那我们来看崔金干了什么啊？这个事情就非常的。这确实没有想到。我觉得没有人会想到这步棋的，就是他，小鱼肯定当时看到这步棋的时候，就人傻了，我感觉就是。那这种棋不会掉胜率吗？我们先看崔京怎么下的。胜率不重要呀，因为胜率的话，它只是代表 AI 给这个棋的一个判断，或者说是领先和落后。作为人的角度，亲们，我始终认为胜率不是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他首先得自己会下。因为首先我们要确认一点，我们不可能招招都对的嘛。是。人一定是错的，一定中间会下一些就是相对来说的还手或者坏棋。如果你招招都对，那说白了就要那个怀疑你是不是有那个嫌疑了啊，对吧？所以说正常来说一定都会错。那错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下的是自己擅长的格局成分，它的错误就会减少，错误率减少，或者是错误的这个亏损的幅度就会降低。是。你那个棋看来美如画，那个 AI 给的 99% 胜率，但是呢需要一招妙手才能屠龙。比如举个例子，那那步棋你看不见。没有用。没有用啊 ,99 胜率也没用啊。那步棋看不见，那个人家活完直接翻转。所以说不能完全靠胜率去解读棋。他要下自己擅长的局面。所以这步棋可以充分体现出一点，今天我不管今天的输赢啊，我觉得小鱼想赢这盘棋没有那么容易。就崔京已经很明白了，这互相针对的感觉。他已经知道自己在干嘛了，就是他已经很清晰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是你这样的对手就会非常非常的难缠，球们。你不要管他这步棋掉没掉点，掉没掉胜率，没有意义的。不重要。他就是想跟你拖。他想明白了，你想那个让我攻击，我就想跟你拖。那想拖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来看看下一步。这步棋是绝对不推荐的，我觉得大家一定是正投的。堂堂正正投没有什么错啊，正在这儿也行。但是崔京没有干这事，我们看看啊。我觉得看到这步棋，小鱼可能人傻了，就是不知道当时的那个。完全意料之外。那这步棋当黑的肯定是要挡一下的，没有问题啊。棋友们他就是朴实无华的搬家，那棋友们可能投了大跌眼睛，那这样老师不是先手挡被便宜了吗？这个肯定被黑的便宜了。你说的对啊，谁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黑的挡白的搬家，黑的是便宜的，就一点都不去攻他。他不在乎嘛，他其实很简单，他就希望你往这飞往这跳是吧？因为你一定往这飞往这跳的嘛，正常思路。那他要干什么？他肯定也不屁了。哦，就这么玩就这么玩的呀。他肯定不逼了，他逼他不肯定是正过来逼的嘛。正常你飞或者跳一个嘛。然后他就猜。我的预期，如果你这补棋，那就猜。你不补他再攻你嘛。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简单这样看一看，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什么呢？这地方白的有大概30目失控。35。这地方我们说过有大概5目 ,40。这地方也有3-5目是有的，他40多了。你这10。这两个角30，一个角15，45，这也不能算目吧？你45，他也有40多，他有40加，那这个棋呢，该你下，那就是环压天目就标准的一盘，双方可能非常那个接近的一盘，就很考验官子的功夫棋，你下哪我不关心，我就放弃治疗了，我就不攻你了，你自己爱干嘛干嘛我。你跳飞我也不搭理你了，我反正我就跟着走。我觉得你跳他会跳这个，飞的话他估计大概率就这个。然后你猜过来，他在这里点过来拿点便宜。如果你虎上呢，他就算了。或者这步不下，下这步有可能，就是反正就是蹲着关着去了。我把这些都打掉，然后这里什么飞一下，不让你点进来之类的。就这两个人虽然叫女王啊，叫女王，原来他们是脾气这么好的。我这个应该说是自信，是吧？就是，这就是长期崔京他认为
他的综合实力是最强的一个体现。嗯。他如果不是这个极度的自信，是不能这么下棋的。这里就让我们想到了，我让我想到了我们的李昌浩老师以前的，嗯，对吧？你应该就明白了，对可能对棋友就对，明白了，对吧？石佛，你万变，你百变，你千变，我们李昌浩老师永远就那一招啊，朴实无华的一招拆二就把你击溃了，对吧？永远朴实无华的一招二连星加一招拆二，两套车，全世界谁来也不行啊。是。就跟那个道理一样嘛，返璞归真了。就崔京，其实他在他的认知中，我认为他觉得我下驴子比赛，嗯，对吧？那就是我领先啊。我也不用拼，就走稳的。对，就是跟你耗嗯，就是拖到后面啊。我不形势差点没关系啊，跟你拼综合实力嘛，是。对吧？就跟那时候李昌浩老师一样，那我官子收官之前我亏你三目，对，是个亏一事儿点，吗？亏一点，感觉最后还是能赢。该我收官一会儿之后，我赢你一目半，完事了啊。是。就，这让人生气是吧？非常让人生气啊！对。就这波搬砖其实就非常明确的告诉一个信号，就是他不想攻击啊，嗯，是想放弃这些前面的歪势嗯，啊。本身肯定该正的，但是呢，他搬砖了之后，就小鱼也没有办法了，那肯定补一个，只能是，我觉得已经很拼了，正常是往外飞的啊，嗯，就是往这边猜，其实已经，往这边拆，对，其实往这边猜，说 实铜墙话，铁壁你上都拆，看着都。有点痛，你知道吧？嗯，就看着都感觉，那不离他远点呗？他又担心，这个地方这么你厚。下这个他肯定是猜的，嗯，他就是担心那个，就是，这时候肯定黑的就不担心死活了，因为白的这步棋肯定就放弃攻击了嘛，不可能说攻击去搬砖的嘛，对，就白的其实就放生了嘛，放生就黑的肯定不关心自己死活了，也知道白的不想杀他了，就是看哪步棋觉得可能会目数会好一点。这步棋肯定是稳的，但是站在他的视角呢，他有点担心以后子孝的问题，嗯，嗯。对吧？就是他肯定想多撑一下，反正你都不攻我了，对，那我干嘛不多撑一会儿？嗯，就双方的这个现在的感觉和视角是不同的，嗯，就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崔京这么下能不能坚持得住，请问就是坚持到那个最后啊，坚持到这个中后盘的那个发力啊，但是呢，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说呢。很明显，他已经不想重蹈第一盘的覆辙了。对，第一盘他应该输得很痛啊。是。就这步棋，搞不清楚。我觉得往外飞会稳健一点。往外飞，他一定猜，他肯定就不会逼了。你这两步棋应该会相对稳一点，因为这个形状会马上就有眼了。嗯，因为往这边走，说实话，你再往这边走，离这太近对，了，感感觉觉不太舒服。顶着那个铜墙铁壁，那个目的性严重的不明确，因为。嗯，你总不能吃这块白的吧，对吧？那开玩笑了，不能。你不能攻这块白的吧？所以这块白其实已经长这么厚的情况下，其实往这边猜，我觉得可能往天上飞会好一点。嗯，嗯。他肯定是不会点的，因为点的话我就脱线了，就他应该肯定是差飞扬虎，也可能就只能这样了。就是因为这样看似跳完之后，下步棋其实不好补，下面漏着的嘛，嗯，而且对方会这样从这边飞过来，飞过来。哦，这时候您就不回去飞了，那我可以呼那个吓唬吓唬吓自唬己，你嘛，那我可以多猜一路嘛，单独猜两，多往回猜嘛。那这边就会白的会主动，我肯定不飞了，因为你总得活嘛。虽然我是放生的，但是你也得走棋啊，你不走棋是活不了的呀，对不对嘛？你一直挂在这肯定是不行的嘛。那最终肯定我还是要吃你的，所以看到这里的话，说实话，那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搬砖大的策略是成功的，至少这个棋的走向呢，就把应该说把今天小鱼整个的战略思路呢就打破了啊，就至少这个棋呢又重新回到一个双方拼硬实力的一个状态是，啊，也就是说我们国家队的加成就被他削弱了啊，如果是上来就走那些大型的套路的话，很容易掉坑里的他们啊，而就且，后面还是拼个人能力。关键是呢这种事情，其实我们。就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啊，我跟你大家说，在我们角度，我们当然希望他掉坑里了啊。但是你要我想们想，有立场，不，但是你站在他的角度，他已经不是第一天被坑了，人家也会总结经验的呀，兄弟们，人家没有这么那个仔细的备战，没有这么多那个后台的这些这个付出，但人家也会扬长避短的呀，对不对嘛？因为知道你那个地方厉害啊，是。防不胜防，那他也会采取一些特别是战略上采取一些措施的。
不然就不是崔金了嘛，对，那就是一个年轻的小朋友了，确实，对吧？就他毕竟能这个，基本上10年，基本上10年的这个如一日的占据这个世界的这个女子的，对吧？这个焦点巅峰的这个位置，就有他的道理。他肯定有他的丰富的大赛经验嘛，他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所以说，看到最后搬砖的时候，说实话，小鱼只能拼硬实力，就是这个时候得加油了。对手肯定是把你的整个的这个思路全部都化解了，但这事儿真心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这边顶了那么大的厚实去二路搬砖啊，对，就是说实话啊，不走寻常也够意思了啊，就是也说白了也是可以体现他有多尊重你，对吧？正常哪有这个这么配的嘛？铁壁加二路搬砖，我觉得对一个谁都。很难下出这种下不出不，你主要是下不出手，成了。就是说，你哪怕明知道搬砖是有效的，但你要下出手很难，你知道吧？你下不出手，就我们说那个，有些棋手要面子的嘛。你对吧？怎么这个铁壁怎么也得震过来，先攻两下的，对吧？哪有上来直接就搬砖的？都没有意思意思。对他，这就可以充分证明啊，崔金的这种老练和成熟，我觉得。虽然说这两步棋，也许你从电脑上看它是将胜率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两步棋非常棒啊。从战略上来看，对，是针对了小鱼，针对了小鱼的后续的这个四角穿心啊，而且这个角是再也回不来的，你谁也不可能再把这个角逃掉，它至少能保住一个角，那这样的话时空的平衡还在，而且这个角会聚很大。接下来这里有点为小鱼担心了啊，我们看了。看到接下来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接下来应该是要拆边。他飞完之后这手棋之后，他先跳一下。我觉得可能还是该飞这个，就被跳两下很不舒服。虽然实际上他能够强行撑在这个位置，但是还是要往这边。一他有点薄弱，二的话这个子实在没什么价值。但不走这儿也得不走要被搭断了。人家随便别断你就死了，对吧？这个地方人家不是吃干饭的，这个铜墙铁壁，对吧？就像那个我们万里长城立在那儿。对吧？他有威力的呀，你，他虽然没吃好，没准备吃你，对吧？但他站在那儿也是实力。那不走这儿还能往哪儿补呢？连一个。那连不是效率不如这吗？他就想，先撑一下嘛。那撑一下，其实白棋也没有去管他了啊，先把这个大场占了。就非常的老辣，因为他现在如果攻击的话呢，万一落个后手怎么办？对，他落空，先把这个大场走了。这边走完之后，以后伺机进攻。就看到这里。小鱼反正得加油，看起来啊，确实强啊，最近不好对付，确实有非常强劲的实力啊。这个拆这么大，黑棋还是要打入的吧？啊，这个肯定要打入，那不可能说让你这样围上，这样围上，那这个进来的对吧？本都不够还。但这边也有点薄，其实。那也得咬牙打，那不能不打，那只能打啊。就是。那打的话，我们来看下一步，就是整个崔金他就没想跟你那个，你看啊，回手，对他就是以稳为主，这个都不跳出来吗？他要担心你这就地活啊，万一这两块杀不到就落空了，先保住本钱，先拿现金，先保底，然后呢再攻你，攻得到就攻，攻不到就算了，至少我们保住这二，起码就是白棋有退路，保住这二多么有退路，对，他时空差距不是很大，他就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思路啊，你说能不能这里攻，没准也可以的，能不能跳可能也可以，但是呢这盘棋他不可能的，因为他你看看这个搬砖你就懂了，对，他绝不可能发火的，就是贸然的去杀你的，因为跟他这个人设搬砖的人设是不符的，整个思路是不符的，所以他老到了，如果再来进攻就不连贯了，老到了棋手他会贯彻自己的意图的，然后棋友们说那万一这个意图贯彻完输了怎么办，输了他就认了，就是他那就自己今天选择错误了，就是他不会回头的，真正成熟的棋手他当他确定了今天的大的战略思路的时候他不会回头的，至于你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他那个会不会那个就是因为这个事情那个输棋，他就义无反顾的输了就输了，是，所以说崔金还是非常的老大，可以看到这时候双方应该后面是一场拉锯战，这个棋没有太大的机会了，就是没有太大的那种那个乱战的机会，还是要到一个官子战的格局，
那你跳他就跳嘛，他就不他都放生了，你还怎么样？就各自活，你总不各能自。把我吃了嘛，对吧？我这个不现实，对吧？我总是能跑的，你跳我就跳呗，就他自己已经放生了，你就很烦了，请问就很难捉到他了，反正很难走到你想要的格对，所以局。说如果是拼绝对的这种技术的话，其实是有点为小鱼担忧的，因为毕竟吹金杆这么下，就是什么，艺高人胆大。他一定是后续他自己有肚子里有货的，就是他绝对不会干一件就是自己干完之后把自己坑了的那种事情。正常来说他下那么多盘棋，他一定对他自己的中后半盘是有信心的，所以说有点为小鱼担心啊，干只是从思路上啊，非常的难对付这个对手。那这时候你也说了，分析了这个一下双方的思想，我们看小鱼是不是要想一些办法。那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再继续给大家介绍这盘精彩的对局。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天元围棋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中韩女子之间的巅峰之战。刚才是说到这白这棋里回手，回手啊，回手不肯涉险，然后这时候黑棋的话，需要那个治理下边和右边这两块不安定的棋，看看小鱼是怎么样去治孤的。黑棋靠了，这个搭肩膀也是非常的不错啊。这搭到这里，有没有看到白棋非常的进退两难啊？这种棋大家可以直接拿来用啊，类似这种棋，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怕你吃我啊。就我们很多时候，你贪吃的话就贪小便宜是不好的啊。你吃了这个子之后，那自己这个子就会被他反包围。而且呢，我们会看提完之后，你仔细一看，其实都是在你很多的子的后上加后。这个势力范围内的。对，就是非常的，其实是越显重复的。所以这个子是不能吃的，这是诱饵。那你也不能拖先，这里要搬下来。所以你要如果退的话呢，他压一下就先手便宜了，他再往上跳。这样的话，就先手整形以后，这边过来之后，明显有个眼位，非常小巧的一个棋。所以说，实在的话，吹金往前顶，那往前顶的话呢，以后这里还会有一些余位，也就是不管你怎么硬，它都有点小便宜可占。这步棋非常的不错啊，那这个不能挡吗？挡他搬过了嘛，他不想让他搬过嘛，这样，白棋退，那白棋也没有冲，不会冲的嘛。就这样的话，就是他搭个肩膀之后，全部看到这里留下一些顶班的小余位，他反正也要往中间跳的，这样的话效率会更高。如果白了不顶，往后退的话，压也是先手便宜的，他再跳，刚才你陈楠说的那个再跳出嘛，这种小局部下的还是非常的小巧的啊，就怎么下白的都会吃点小亏白棋分段，想要缠绕攻击吗？这是。分段是一定的。他不可能说让白的黑的把这两块棋连成一块的，那黑的白的就太失败了。那先分了再说。秦博会说那不是说好不攻击吗？就不吃棋吗？他这个不是说要吃点，他分段你以后攻击拿点便宜啊。对，毕竟你那么薄，对吧？我割你点子，割你点木也是收益嘛。如果被你两块连成一线，那啥都没有了对吧？就是就完全没得发挥了。那这个啥白也不棋的是后，嘛啊，那之前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后事就彻底报销了，所以他一定要出头的，就这里也给青木说，他的大思路是往后拖，但是呢，并不代表他就不下攻击的棋了，只是说他会选择一些缓他攻，不会去吃棋，对，他不会选那种很激进的一决胜负的那种棋，但是呢，他肯定该攻还是要攻的，只是说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啊。这时候小鱼应该也是要出头啊，那先手便宜一下，就刚才说这里，因为你挡的话，他能搬一下，很难受。你要退的话呢，先然手后便宜，有有个冲断，冲断的这个收气啊，还先出头啊。这时候双方应该就是慢慢来了啊，我们来上看面这个，啊，直接先手刺一下啊，这是白棋的先手权利啊。就必须得硬，这边过来，他就是攻一攻，我觉得就是攻一攻，看看能不能有点收益啊。白黑的继续出头，接着出，因为跳的话，这地方是有一个形状隐患的，就看这里卡完之后有两个洼，其实形状并不好啊，所以接着出头也是非常的坚实稳重啊。这个双跳，其实这种拐弯的双跳是有一个卡的啊。就是一旦白的联络好了之后，教大家一下，这个卡会非常麻烦。但你这也有考断。我就说这个形状嘛，它有个卡的，
就是后患，就是有时候会被一卡你就掉了。嗯，就说他为了让自己坚持的话呢，小尖啊，给予小尖，嗯，就两头做活呗。又来威胁这边，那就拿点便宜嘛。这就大家看这种功法就很明显不是吃人的，吃棋的下法，那就是拿点官子啊。尖出，很明显就是拿点官子。这个不能再要了。啊，对，不，这个不能再要，下面活不了的。嗯，就是这种缓攻就非常考验棋手的一个，就是你看啊，非常考验棋手的一个耐心啊，也就是他要对后面的非常有信心啊。嗯，因为一定是吃不着的。嗯，如果是一些脾气比较火爆的棋手，可能早就睡着了啊。就这都在下的是啥呀？啊，直接吃了不就赢了嘛？啊，像有些棋友，我比如说他说的啊，我们认为的围棋很简单啊，我们从来不收目，从来不要控。我说吃棋才过瘾。对，不是就开个玩笑嘛？有些棋友说我们下棋从来不要目的，也数不清哪目大。嗯，我说那你怎么赢棋呢？很简单呀、啊。那个我把你吃了就有目了，对对对，对吧？我们不需要去控，是不需要围的，把你棋吃了不就有目了吗？嗯，我这样说的也没错，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很比较很多的那种攻击。但这种好像不是他们两个人今天的这个风格，对，不是今天的战略风格，但是呢，也有很多这种攻击型的高手啊，嗯，对吧？就是也是遵循了这个原理的，比如像前几天的那个，我们三国擂台赛上的景山裕泰啊。对吧？确实，他从来就没想吃过空，谈判都吃龙，对吧？把你吃了不就赢了吗？对吧？要什么空啊？嗯，所以说下棋就是怎么下都是下到就是好的时候，下到是高水平的时候，怎么下都是可以的，看你怎么去这个贯彻自己的意图，嗯，对吧？前几天景山非常的风光啊，对，天天吃龙，是也是日本队很罕见的一个领先，对对对，嗯、很罕见的一个，应该说是酣畅淋漓的大胜啊，嗯，大爆发，嗯，挤在这之后，他这里要想让你粘完之后、嗯，他这边以后有可能能照过来，威胁照过来，那是其实说实话，这块怎么活是不知道的啊，我说就如果真照的话，嗯，反正也不知道怎么活，所以小鱼这里先靠断，嗯。以攻为守。他先问一下崔金的这个地方的保卫，也是先手便宜啊，嗯、黑白的这连，然后他再顺势的往下冲，冲，嗯，啊，先出头，对，出头，白的跳了时候，嗯，他再顺势，他这里有一些先手，嗯，就是之前我们会看到这个冲断、这个靠的浮力、啊，嗯，他这样的话，他拿到一个，其实我们看拿到一个二路尖的先手，这里就有个偷渡，这里有。嗯有长的余位嘛？嗯，白的得回一手。那崔金就这么下啊？嗯，崔金说：“你强都是你的，我只要不出事儿，我觉得胜利就是我的。”先把这个粘回来。对，其实看这一串感觉挺失败的，黑白去攻击。嗯，对吧？就感觉也没啥收获。对。这块应该攻不到啥，人家这里已经下不去了嘛，这里有反刺，如果你走，他、就爬过嘛。这里是一个 A B 剑合，这块主要是这块棋，这块棋暂时这头封不住的嘛。嗯，有是有点，可能这边有点借用，但是总体来说直接捂肯定捂不死的。嗯，所以没看到有啥收益啊。就是这一串应该说，小鱼的制锅是非常棒的。嗯，飞过来，他就不攻了。嗯，你敢相信吗？他意思就是说你得走了吧，你不走我就不行，我截断你了。然后他下一步应该去收官了。靠上面。我如果这么下能赢啊，这个就蛮让人绝望的。是。就是就证明一点，就是确实崔金这么下是有他的强烈的信心和道理的。全部看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攻呀。这本来就是他的。这串攻击没有任何收益，你要能谈收益就这两步棋多了大概几步棋，嗯，那这点能算收益吗？对吧？这也谈不上吧。上面会有什么？上面他就想压了虎，上面有个先把你这个飞进去给防了。嗯，那这样就收官嘛？没觉得下什么好棋啊？对，我所以说我就说他的这个风格让我想到李昌镐老师嘛。嗯，那太可怕了。嗯、就是女棋手能下到这个程度，对啊，就是、确实对吧？李昌镐老师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从头到尾都没下啥好棋，但你输了呀、啊。对，他下的都是你们连棋友们都会下的棋。嗯，但是呢，最后输的是你。是，你不是很绝望吗？就是如果这样下，最后崔金如果是获胜的话，嗯，确实这个实力，中国实力确实太强了。感觉说实话，正常这么下是。
要有强烈的自信的，是，其实是不推荐这么下的，但是他就这么选了，他不跟你讲道理去了，他就告诉你，我的后半盘比你强，搬了火，就照您说，不，我觉得要不得长，我觉得对付这他就往里拱了，不要搬了，反正他也不敢吃你，他也不来吃，不长嘛，你忍着嘛，往里拱啊，往回退也行，这样的话你拐住是个后手。如果半背一虎打吃虽然痛快，但是你这里要不要补呢？你补就他先手为先攻手，了，防你不住。补他以后再吃，你一个个吃都是木，你干脆退完退就完了。这样他如果拐，他不拐你往里跳嘛，他如果拐，对吧？你这里不知道要不要防一下啊？如果没事的话，就再捞一个啊。再捞一个。好像问题也不大，就有个刺啊。关系问题不是太大，如果担心的话就补一个嘛，捞一个啊。哎，我这边是先手。局部是有先手味道，但是我担心龙死嘛。如果杀了龙，就不是先手了嘛，对吧？就得计算嘛。如果他挡下来，我这块棋垮了呢，那边肯定他都不要了嘛。要不就这样补一个，我觉得要不就这样算了，要不然，因为实战的搬完之后，全部看到他，因为崔京下棋已经很明确了，他是不要那个面子的，他不要啥颜值的，他从搬砖大家应该能看懂了。这金融虎对于他来说一点没有心理负担的，给你打一下什么的不重要。没有偶像包袱。对，他是没有包袱的下棋，他是不会看这个什么形状的，压了就是要虎的，反正你粘他就先手了，你立他上面断嘛，你不走他就一个个咬。只要有这个后手十几目，只要实用。只要实用就行，他飞不就把自己走活，就是准备什么样的姿态都没关系。对，这个就是他的风格，兄弟们。所以说，我觉得感觉应该长啊。搬完之后，虽然是这个颜值可以，问题是好像欠的地方挺多的。感觉小鱼不好下，下不起。他这边跳一个，这个不解决根本问题啊！这个，你看他的招吗？再跳回去，是不是感觉你也会啊？这跳回去谁不会吧？就这里应该也不是很担心，白的这边还能有路。而且黑在这里，他飞完之后，这里可能就有挡了。这地方黑的还欠点东西这边中间白棋不担心自己，不是特别担心。你靠最厉害就靠断嘛，靠断感觉他不是特别靠的如果冲的话，他肯定不会死嘛。就这个很危险啊！这种棋因为没有目，就是这个有我觉得有中他计的嫌疑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就邀请你来靠的，邀请。他，你仔细想想嘛，是不是他邀请你的嘛？他其实不下这步，你就没有靠了嘛。他下这步啥意思嘛？就告诉你，这有个靠。你有敌人来靠。他也就是他的，就是白话文给你大家解读的，也就是他认为这块棋是活棋。其实仔细看应该是活的，因为他几十先手，他实在不行，中间这样横一个尖一个，其实都能白眼的。你尖不进去，他把你挤断了。一尖着这一个眼，这一个眼，就两个眼了。然后何况这边还有路啊。不那担你心如果你这个靠一旦那个一脚踩空的话，你可能就是单关啊。是。我觉得这时候就这种靠断还是有风险。我个人觉得应该稳住啊。收控。不是下步再靠嘛。走实在的。不，你可以默认靠吃不死的嘛，对吧？就是有时候我们下棋是可以偷懒的，就是如果你靠推理下棋的话，就是可以偷懒的，你知道吧？像这种地方我就有。他要怕的话，他就会连。他就不会飞这下，对，他就一定会单跳，因为单跳是靠不了的。那他飞完这样，意思就是靠不厉害。那既然靠不厉害，你就不要去靠了嘛。相信对手。这时候那肯定这步最大嘛，就先把这步占了嘛，对吧？就是这样就会很轻松，棋也下得快。还跟躲过伏击，当然了，就坏处是万一对方摆空城计，你就错失良机。是是是，万一人家是假的，是失误，你就坏了。但是呢，我觉得失误概率很小，因为他自己飞的，他飞是对这个靠有帮助嘛。这个以后可以搬过来，就以后这边搭的时候，他能够应该是不会自己去往上送死的。不，他不至于吧？因为这步靠太简单了，靠了断开。如果靠断开能够建功的话，那对方也太。对吧？你的对手说白了，这个是不是能力和智力也太低了，对吧？就自己去送，不应该不太会，所以说我感觉应该这样算了，下步以后再就是这里靠当一个伏兵嘛，伏笔，以后慢慢攻击啊。先留着，保留。不，这步总是要下的嘛。这个被吃受不了的嘛，这个关子先粘了再说嘛。
而且我也没觉得黑的差呀、啊，这时候其实也没差，不差，空也不差的呀、啊，着什么急嘛？从进程上来看，因为这一串全部看应该差不多，这边不是等于什么都没攻到吗？嗯，白的是一无所获的嘛，就其实不着急的，就这时候如果你反攻，他活了就会变成，就嘛就会变成你。你那个谁先发火，你攻击不，你攻击落空了，对、嗯、这个其实要比耐心的，我觉得就接上算了，你对吧，这步总是要下的，因为拍受不了、嗯、这个空太大了、嗯、接完之后再说，如果他补棋你也补棋，他反正不补你也有靠，他也杀不了你，是他如果猜这边本来这个猜就是他的、嗯、你也你本来要粘这个猜就抢不到的，他猜就我们下别的好了，嗯，对吧，就慢慢来嘛，这个以后有伺机而动，是牵制着白棋嘛，毕竟他如果这条路、嗯、那个如果联络不畅的话，你靠还是有机会的，先忍一步嘛，我觉得这没忍住有点，我觉得这步靠会是伏笔，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对是对方邀请你来的，你想下到这个水平他邀请你干的事能是好事吗？能你能有好果子，肯定是圈套、对，圈套的概率大嘛，我就说从、嗯那个分析来说，嗯，虽然说我们下的时候不可能算清楚球嘛，但是只能凭经验，就以我的经验，以圈套的概率大，嗯，所以说这时候不能出手，先忍一稳一步啊。嗯，但实战出手之后，我们会看到对实战是崔金开始制孤了啊，这就是所谓的高变成白棋制孤，高手下棋，高手交锋，其实包括很多竞技项目都是一样的。嗯，谁先出拳，真正下到决赛的这种时候，谁先出拳、嗯、谁风险大啊、嗯、为什么大家都在那比运营，很多项目也都一样的，为什么都不轻易出动，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风险很大啊。谁先动手谁吃亏的概率大。对，因为当双方水平都太高了嘛、嗯、啊，不是说那个你打一拳就能打死对方的。嗯。只有看到这个打了粘之后，我感觉有点中套了成，因为他以后这个双打你扛不住了，这个步，嗯，你现在只能这样，他先出去，我们来看啊、嗯、冲一下，对，他先出去、嗯、出去之后你这里是薄的，这边也是薄的，这个打你现在粘有点不敢粘了，你又不敢粘就会被他先打一下，你才吃了几目，他吃的都比你多，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再抢控的话就有危险，有生命危险，那非常危险了，你这首先这边其实他双先手，他为什么要冲，就是双方先手他挡了这个双，你就被截断了，嗯，刚刚其实不吃他的时候这个冲冲不到的，是这个冲黑的是可以考虑下别的，嗯，就是不一定一定挡的，可以他可以这样吃一下接住的，现在冲你来不及了，你吃不着了，我们给大家看看、嗯，因为你在吃白棋嘛，你现在冲吃的话他常回家了，嗯，他就不走这个了，所以你不发火他是冲不到的，你一发火他这样冲到其实黑棋压力很大，因为他是四绝线一挡上来这个双绝线，你这个靠就没用了，嗯，你这里危险，有隐患的，嗯，如果你这里补那这个就会被拍，那个太大了肯定亏、嗯、因为你总共才吃了三四目棋、啊、是啊，好像是冲动来，我感觉有点冲动，没忍住，就是这个漫长的拉锯战，还是小鱼急于比耐力、啊，急于想那个建功啊、嗯，感觉啊，感觉有点被崔金拖垮的感觉，嗯，就是这样，对吧？对，这时候他突然发现冲一下这个严重性了，你要正常这边补的话，这个就会被拍，对，被拍一定亏，所以要冲击白棋，冲不了了呀，他这里肯定死不了的，你自己都。说实话人家都还没找你，但是我还是不想补，你总得补的，总得想办法回的，没有办法、嗯、要不你就得送点木，他实战先走这个，那走这个不管用啊，哎，这个变调非常可惜，我个人觉得就本来其实一直那个等的机会是挺好的，嗯，这个很明显吃不掉白棋的，你看嘛，这串黑的全是单关，而且这杯一吃下面至少掉十目以上，崔金是拿的收益的，小鱼啥也没走着，嗯，这个战斗冲动了，对黑棋很不利了，不是说因为吃不着就冲动了，就嗯，应该说崔金的这个拖延战术啊，这个老爷车战术奏效了啊，终于对手先上头了啊、小鱼实在是那个开不动了，这个慢速的这个车，昏昏欲睡的车开不动了，去靠断它。嗯，其实粘上我觉得是完全不差的，这个还是很漫长。嗯，我觉得黑的不差啊。嗯，现在他得补棋，他是补这了吗？对，
你不怕双就是这个问题吗？但是这个地方被打了，这肯定被打嘛，打你还要搂吃你呢，你只能踢、嗯、踢掉，他先捕活自己。嗯，你看他是不是就是像个坦克车一样往前推进，这现在马上你这里就暴露出你的联络上大飞小飞，包括这个地方的吃味道都很差。他补在这儿，你补，反你补那儿你得补，你不补有危险。嗯，这样就会他越来越厚。嗯，他先一路吃一下，这是先手，然后他就开始反攻倒算了。我感觉反攻倒算已经很危险了。对，这个他一定能拿点小便宜的。嗯，挡住啊，你就很烦了。这种棋很烦的，因为他这里他就是来拿点小便宜，他没说要吃你，嗯、你知道吧？他说吃你是好都好说，打这个，嗯，你只能硬嘛。嗯，他通过这些子，他一定能拿点便宜。我开始了，他只尝一下，尝一个，对。他你从这连，他就上面能打拿一点。嗯，这还是这边能连回去是吧？反正踢掉，踢掉啊！嗯，我退啊，退一个。哦，我觉得这步棋，如果输掉这步棋要背锅啊。这个不包括这步棋，其实都没什么好下的，直接斩就完了就。就黑棋没什么收获这一串。你肉眼可见全是单光，这已经先掉实木了。嗯。这步本来就是你要抢这步的话，你也能抢的。这边其实以后他搬回来，还不知道怎么办呢。没吃着这个地方，这双还是先手、嗯、地方没吃着木啊。嗯，如果能什么时候加一刀还行，还吃了点，但没不行，你得先活这块，肯定吃不着这两个。嗯，他补在这里，你现在得活，对啊，你得活这个大龙，我都忘了还吃那呢、这个就活了吗？底下上面一只眼，底下靠一个白棋，他不会吃你的。嗯，就是我不知道他活不活，但是我知道崔星不会吃的，因为他这盘棋的格局格调就是攻一攻啊，他试一试，如果你防守不利我就吃，就你不会防我就吃。这时候是不是形势来说已经时控不太够了？我感觉已经，因为没有收益啊，刚才本来就是一个军事情况、嗯、就是刚刚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军事，可能黑的控还行，但是呢肯定也微优势非常非常微弱，就是感觉是个军事。嗯，这个地方以肉眼可见掉实木啊、嗯、掉实木以上。没有收益啊，有点可惜。这个就是没有坚持住。这里棋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说，我说就是下棋的话，他下大的战略很厉害，或者说是这种经验丰富的棋手很难，那个你很难战胜他的一个原因，他就像个牛皮糖一样，他不会冲动的，他要的他要什么，他要怎么赢你，他非常的清晰。嗯，终于等到了你冲动。啊，等就等你嘛。嗯，而且这步棋我觉得真的太明显了，就是邀请你来靠的，因为他自己先飞的，你知道吧？他不飞的话，你就不会去想着靠了。真的就是邀请你去靠的。嗯，哎呀，这个真的不要去靠，就是有点中计了感觉。他飞完再跳回去，就是明显邀请你去。哎，这有个断啊，你可以断我啊。哎呀，这个就肯定是不能断的嘛。嗯，对吧？就是你能靠死他，那他再去干嘛？嗯。这时候小鱼已经很危险，其实这里全部看到已经快连不上了，可以冲一个冲，然后他先双一下。嗯，我看到前面的这些保卫全部显现。嗯，然后他再翻，这时候之前欠的这些东西，嗯，越来越被他一个，我们来看到啊，一个上冲，哎呦，这个非常要命啊。这个地方你不能吃。嗯，你吃他他一虎。嗯，这要冲，这要走，你只能从这边吃。对，嗯，而且你吃这边之前，你还得先把这个虎口做出来，这个也是亏的，这边一定亏。嗯，以后他搬回来，你还这边还亏一手棋。哎呦，这下应该坏了，这两步棋非常损球，因为他搬的时候，你就不敢长了，这要打，以后要打断你。嗯，他搬你可能只能回他先手吃，你还得爬。前面是他两个欠木，现在他不单不欠木，现在你得从二路渡过。因为我搬的时候你不能再走了，嗯，这有个打，你就全掉了中间。嗯，你就只能是不能长了，只能往回他吃一下，你这个子还反被吃啊，你忙不了了，现在因为你大龙要死嘛。嗯，顾不过来了，你顾不过来，你只能先救大龙，都救大龙，那他这边一定会先搬掉的。嗯，我感觉这期要输了，这个损失也很大，等于这个靠又送了。嗯。又送木了嘛？那
对，本来靠班长，最后还被别人吃掉。本来靠班长是黑白的局部没什么应手的嘛。嗯。那他由于压迫你这边，逼你这样唬了一下之后，你自己这又防不住了。嗯。我们来看，你只能吃这个。哎呦，这下感觉危险了！把这地方摆完，我给大家数一下啊。一起走一个。感觉全部对了，嗯，对，就看形状嘛，就、嗯、感觉就很凶险了，凶。哎，他没走，直接搬那个。那就先搬一下。嗯。你只能缩呀，就要打你，一点招没有。看一下。他应该只能走这个。对，他站回来，要么被打死嘛。嗯，那就站。哎呀，这个在那再站这个。这一站回来。这时候如果他断，嗯，这盘棋还有救。如果断的话，是要杀气了吗？给大家摆一下。嗯，如果断，这时候冲动的断的话，如果大家算到了这一层，我不得不说，棋友们你很有实力啊、嗯。如果是你算到了这一步啊。嗯，那不就大龙分死了吗，小鱼、嗯、对吧，全军覆没了、嗯、所以这很有诱惑力断，但是呢其实呢、嗯、这也是一个陷阱，白棋黑的可以穿、它不是穿这个穿的话你就连不回去了，请问你再冲不行，它可以断领，嗯，这是个虎口，请问自己的冲你粘的话我回来你就被反杀了、嗯、所以你就不能冲，你只能接，接的话白的冲回来，黑的冲回来之后白的这里是连不上的，嗯，打一下没用，你虎我肯定走这边，那杀气呢？杀气，哎，感觉还行了。肯定是，反正白的看起来就没什么气啊。嗯，感觉跟黑的杀不怎么乐观啊，所以这也是最后的一个陷阱。如果白的冲动的断上去，嗯，把黑的一个反穿，很有可能能够翻盘啊。但是说实话，白的已拿到足够多的便宜。从这里开始，这里全是便宜。是。如果白的不冲动，那就危险了，很失地告急啊、嗯，危险了。我们来看看，看崔京会不会冲动。所以这个时候，他很冷静，回去了。可以说风云突变啊，好好的一个局势啊，他先吃一下。对，这个是绝对先手。爬回去，嗯，他是靠的是，那这个感觉难了。嗯，没前途了，人家是补回来的。他靠就是说，他只看见了那个船。嗯，而且呢还有一个信号，就是他不想涉险啊，就是他没有必要，觉得已经捞够了，因为他没有必要涉险，我给大家算算账，本来这里靠还能，这两个还可能不太好连的，光这个地方收益就将近十目了，嗯，这个先手拍的话呢本来是应该算是个转化，黑的吃这两个，这个子丢了嘛，这地方至少掉了十目是肯定有的， 嗯，也就是说这光这个小两个小局部已经损失十目接近二十目了，那然后这一串其实没走到什么东西，嗯，都是大家看全是一些单关的对冲，就是这里收获一二三四大概六七目棋，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收益，这个猜的话现在也被他化解了，对吧，刚才猜还能拿一点目，现在一个空靠这边也最后围不上几目，嗯，你说从这样的推理上来说应该是这个棋就难了，感觉就很难了，嗯，因为没有拿到任何的空，如果是从进程上看，确实黑棋没有什么收获。从1007开始嘛，没有任何的收获，嗯、完全中了人家的这个，对吧？诱敌之计啊，哎，诱你，诱你来靠断啊，嗯，没忍住，这只能说是人家经验太丰富，还是故意先飞一下再跳回啊，告诉你有个靠断，确实，哎，很老辣这个崔京，所以不，这个就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经常说这个，其实我们去。真正对局的时候胜率其实意义不大的原因，因为人他总会有情绪，你总会有自己的想法的，嗯，你总不可能像一台冰冷的机器一样没有感情，对吧，就你永远是精密的在那推进，不可能的，嗯，你总会有自己的一些那个什么，当你这些情绪上来的时候，最后你最后球门就会发现之前的那些胜率的好坏根本就不重要，因为你一步棋可能会亏很多嘛，就是、嗯，哎，那这种话，这种网络对局跟面棋来比的话，是怎样更容易冲动一点？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就下网棋的话，他心理负担会更重一点。嗯，因为第一的话呢，他看不到对手，他其实是蛮无聊的，就大家可以对着电脑也可以看到，而且呢，我可以给听我们介绍一下。
有些棋友们可能不太懂，他会觉得、嗯、那电脑你人家常考你是不是能干点别的啊？我告诉你是绝对不可以的。嗯、就是他就是真正的比赛的规定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的电脑弹出任何非对局的这个窗口的画面、嗯，如果被别人拍摄到了，直接就判负。我印象中是直接就判负了。对，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去开个网页看新闻是绝对不可以的。对，开个小差，因为这里为什么是这么规定？因为要防止那个出现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嗯，对吧？比如说你现在人工智能各种的这种啊，所以说呢，你就根本就我下过网棋的，就是你那个比赛的，就是你对你就面对一个电脑，人也看不到，对手也看不到，你也不能干别的，你也干不了别的，别人抢考你也只能在那看你可以离场，但是你离场没有意义。不，你离场很麻烦，你进门又要安检，对对对，这个又要那个。不是，我是说你可以从座位上站起来，嗯，但是没有意义，因为你干不了别的事情。对对对，就是说你他常考时候你无事可做，嗯，对吧？不像大家想的一样，什么他常考我们去什么那个浏览一下新闻，那个看、嗯、什么看看，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嗯、啊，对吧？看看今天发生了世界发生了点什么好玩的事情，不可能的，嗯，啊、所以说你就很无聊的球嘛，就是说你没有。而且你对手是离你是没有那个现实的那个感觉的，对，所以说看不到他的表情，看不到他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动作，所以说就会更加的枯燥乏味、嗯、就是因为面前你至少还能看见个人脸嘛，他在那常考，比如他皱眉头了，你知道你形势应该今天还可以、啊、还有个呢，他在那常考呢，你如果下面前你要要求那个对吧离场或者在旁边干点啥呢，也问题也不大、啊、嗯，就至少感觉还那个更加的有那种生气一点，嗯，这个的话就更冷冰冰球嘛，而且你干什么都干不了，而且呢，这个赛场呢，它会全方位的用各个镜头记录你的一言一行，对，对吧？你在那全球录像，你在那倒头睡觉还不好意思，你要是那个下面棋，你在那靠沙发上靠着就靠着了，对吧？什么那个往那一摊也就摊了，嗯，这个呢全等于说全世界还给你给录屏录下来的，就画面都是有记载的。因为他最后如果发生争议要回溯那个视频的、嗯、要看你到底有没有，比如说你被举报了，说那个彭泉你那个下棋我们怀疑你那个比如说那个用电脑吻合度太高啊，嗯，那这时候要回溯那个视频看我干了到底干了些什么，对对对，所以说以证我的清白的，所以说这时候你就特别尴尬，你还要维持自己的形象，啥也干不了，本来你往那一躺嘛，也就躺了，嗯，真的就是其实我们很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太枯燥了，所以在这个高压下，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枯燥非常乏味的一个漫长的拉锯战中，情绪其实更容易失控、嗯、很容易波动，我觉得情绪会更差嘛，就是哎呀，这个好看起来好像能靠，但有机会可能你就上去了，嗯，因为你确实真的那个等待是很无聊的，很无趣的、嗯、如果面棋会好得多球嘛、嗯、而且你都做不了动作，对吧？所有的各种镜头机位都给你那个都给你弄好了、嗯、你弄点什么奇形怪状的，人家最后一回看啊，你在干啥呢？啊，嗯，对吧？你自己面子也过不去。但是还是需要棋手尽量去适应这种网棋。我觉得在现阶段来讲，可能这种网棋，尤其线上的比赛还是主流。不，这个就只能说是自己尽量去适应吧。嗯，去调整一下。对，但是呢，确实，其实我的觉得是比那个下面棋的时候大家的压力更大，其实不是轻松。嗯、所以说，很多棋我们说。那下网棋好呀，我可以开小差。我下网棋的时候，一边下一边玩点什么别的，那怎么可能呢？嗯，对吧？什么都不能带，你想还要安检。对，你想也不要想，对吧？对，就是因为这是个竞技的决赛，是个比赛球嘛。嗯，它不是你在网络上随便那个打开那个围棋软件那个打开网络那个随便找个棋友拍一盘，嗯，输赢也无所谓的，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有很完整的一套，就是各种规、嗯、各种赛场的规范吧，规范制度。所以说。而且呢，还要有个承受一个什么呢？对，我这里还忘了说了，你还要承受一个有时候由于精神压力过大滑标的问题。这个滑标其实我们也应该也是你已经出现过多次了，嗯、各种高手都出现，而且是顶尖高手。因为他心理压力过大之后，朴廷桓、韩国的都出现了。对，他心理压力过大之后，特别在读秒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盲中那边读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边那突然短路了，忘自己下哪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那个手抖一下都可能会产生滑标，滑标的话也是滑在哪就是哪啊，不会因为你是滑标那个就是可以从申请、那个、对，责任自负的，责任是自负的、嗯、啊，除非是特殊的原因啊才会那个申请有别的判例，正常来说你滑在哪就是哪了、嗯、所以说其实棋手的
我觉得心理压力，精神更紧张。你下面积怎么可能滑标嘛？你拿着那个子往那个地方放，你不可能滑的嘛。那点击鼠标说不准的，请问，如果你那个鼠标往那个地方挪的之前，你点了一些，自己说白了，那个脑子没反应过来，点了一下去，不就滑上去了吗？对对对对。其实你应该在，比如说在这个空格的时候点的。嗯。结果呢，你还没鼠标从下面还没移到这，移到这你就点了，那不就放这了吗？对。所以说，有各种意外的，所以说其实骑手的这个更难，我觉得。所以这里的话，这盘棋，说实话下到这里啊，陈楠感觉这个107要背锅。嗯，我们来看一看，小鱼回到棋局，最后的反击啊，嗯，也是这里不能脱先搞事情啊。有棋吗？棋是其实有没有不重要，关键看崔京的态度啊。你看一看他的态度，你就知道有没有棋了，因为这个棋。就有时候你为什么说叫这个坚壁清野或铜墙铁壁的这种风格让人很绝望，你看看这步棋啊，有没有感觉到心情就可能不很差了，因为这个棋他一走就叫杀了嘛，嗯，你只能连着嘛，因为这边其实我们看断点都全是虎口跟尖了，已经不可能冲得断了，你只能接受他就告诉你他挺进去够了，你能怎么样呢，你也不可能去虎呢，因为你做不到，龙要死，你只能委屈的接上，然后他挺厉害的，先交换一个，啊、对，这个应该是读秒打僵了，嗯，应该是这步棋没有任何的意义啊，然后延个十之后你粘上，长，让他挺进去，挺进去，我简单给大家判断一下，嗯，这里是个十目十八目，因为没有真的没有收益啊，是二十，这里大概有两目，二十二、二十三，其实这个粘还是先手，嗯，二十九、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一、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八、五十、五十一，大概五十目强一点点啊、嗯。我们来看看白的，你算你打我题嘛？一二三四五、十二、十五，这块二十一二目没有变，也就是说还是三十六七。嗯，这大概有四目棋，四十一、四二三、四四五、四十，它也大概接近五十目。你五十多一点，哪些目呢？五十多一点，那你七目半咋整呀？七目半，你先手下不出七目，而且这里没算目，你还得退一手。嗯、我刚才只黑的白的点了四五目嘛，这班拿只四五目，你退完之后，他就穿完之后，双方都没有目了。也就是说，这棋可能甚至下到后面可能盘面胜负，或者盘面黑的好一点点啊。嗯。定局了嘛，你只能是现在吃这个。嗯。你吃一下之后。退这个。你只能退这个。把这个拉回来。对，他把下面的这个先手穿掉。退的时候他把这个穿了，嗯，你只能冲，然后他往下一夹，粘上，你粘，他就先手定一个形嘛，粘回来，然后他去下一个关子，嗯，然后他搬一下啊，对，下得很清楚，最近搬一下，然后他再搬一下，他爬这个，对，爬一下，那是绝先，嗯，爬完之后他去抢一个关子，我觉得也就是盘面胜负，兄弟们。这是可以，因为你不退也不行，这太大了。嗯，然后他把你看吧，他就抢一个搬砖。嗯，这样的话跟刚才比，这里他又会多一些目数。你挡，他应该就接受了。对，搬砖，然后黑棋走这个。我这盘棋其实就应该是崔京，我觉得更接近胜利了。嗯，或者说如果不出什么大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滑标失误的话，应该是不行了。嗯，所以这里其实我们这盘棋也充分看到了，我觉得展示了就是崔京的实力。其实我们给大家第二点就是为什么高手在决赛中不出拳，嗯，相信其实我们会有更深的体会，因为他真的不需要出拳，就是那个不出一拳赢棋是最稳当的，是因为你出拳失误嘛。嗯，我其实就等你出拳失误。对，不是说我真的不出拳，就是说我等你失误，等你的失误比我去下妙手稳当的多。嗯，因为下妙手这个玩意儿不稳定，也不知道那个妙手万一算错了，而且也不是盘盘都有妙手可以让你下的，但是呢，等你的失误会非常的实惠啊。等于崔京就是等到了，我觉得应该就等到小鱼这个靠。嗯，就是。这个靠段明显就是，或者就是这个扳的打有点不实惠，他直接长就没有这些事了，有点想冲击他，结果呢，那个陷入对中了人家的圈套啊，嗯，就这样的话呢，你看他顺势往这边一连，一下就打开局面了，是，这边收益都看得到，对，而且这些收益都是你自己送的，都不是他使劲的，都是你自己送给他的，嗯，对吧？
他稍微的发发力，因为他走好了嘛，稍微的还个手。由于这地方确实之前欠账嘛，大家看这种各种大跳形状不好，之前都该的账也没补，对吧？然后被他这里就拿了一个几，其实就拿了一个几的先手，然后这里一吃回来，可能就翻了，失控就彻底不行了。我觉得，棋下到这儿应该也是展现了崔京强大的实力。他等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再不给你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实力的体现。对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下棋？就是我刚刚就说，为什么说更多的高手们会在决赛选择类似这样的战法？是他有他的这个原因的和合理性的，因为毕竟我们是，对吧？这在争夺一个决赛嘛，是没有竞必技体育嘛？竞技体育没有必要涉嫌，就是有的球迷会说这样下不好看，就因为在站在崔京的角度，他可不关心好不好看啊，他要的是要胜利，他要的是拿到吴清源杯，对吗？对吧？好看，光有场面，最后是那个痛失好局，那他自己心里也过不去。好，而且每一个棋手，大家想象一下，任何一个世界大赛，你要走到决赛，其实不容易的。对，那都是前面，比如过五关斩六将，三十二进十六，十六进八，八进四，你想嘛，四进二，至少要赢四局。他俩这场还是种子，就是各胜三场。我知道呀，就是这你反正都得过关的嘛，对，一场一场来的，所以说没有想象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而且，这次没有抓住，下次你还是从前三十二打是起，是又不是，是说你进决赛对，了，不是那种挑战不是制。挑战制的，你在上面就等着。所以说，其实每一次决赛都不容易，很艰辛的。哪怕你有绝对的实力，也不是每次你都能进的。是，所以说，他肯定想自己争机会嘛，利用自己最好的这个竞技状态，能够多收获一些冠军。所以下了一个非常实惠的下法，特别是今年，我觉得点睛这之笔种是这个搬砖啊，淋漓尽致啊，就是我就是不出来啊，你不要想了，今天你想拿我的四个角是不可能的，我至少要保住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些对局思路啊。相反，感觉小鱼就有点可惜了，最后冲动了一下。但确实，我也觉得能理解，就这种漫长的这种老爷车啊，其实人的精神压力更大。也稍微哪步棋推坏了，亏一点就输了。确实有时候看到觉得有可能有机会的地方，是想冲击对方。对，但下到这里应该是双方都心知肚明了啊。我看这里节节败退啊，没有办法。这全是先手，哎呦，看着都难受。你能怎么样呢？他就是要激你一目棋啊，真是，都是单过呀，你得接啊。把这个占回来。占，肉眼可见啊，就是五六目棋啊，对吧？就我也不跟你唠了呀啊。半个，对，把这提。他就活嘛，摆两个眼嘛，就无奈了，应该已经进入到。没有什么变数了，没有什么牌面，但我们尽量给大家摆完啊。我不知道他下到哪里了。是，几个？哎，说实话，作为一个曾经的这个下竞技棋的棋手啊，我特别能理解这种，我们就是那种前面三盘棋什么先赢后输这种痛苦啊。好像上一届比赛也是这样。不，这个事情很奇怪，就有些比赛呢，就是。永远是先赢的就赢了，有些呢就是会先赢后输，就是特别奇怪，就是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就是有些每一个杯赛都有自己的特色啊。他反正如果最后你比如说半世界来看数据的话，就会很神奇啊。有些杯赛就是先赢的一方就赢了，哪怕追到决胜局，最后也是先赢的那方赢。有些呢就是先赢后输。一定基本上永远先赢后输，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吴清源杯上届就是小鱼先赢对，那这次又先赢后又输，先赢，两次亚军了啊！那这个小鱼确的实很郁闷。小鱼的心态应该是非常的差。对，上一届我还有一项吃的，上来就是先吧，先胜一局，后来被郑红宇被连郑红宇连扳扳两局，这届比赛也是先完胜崔京，然后又被崔京翻两盘啊，确实很可惜。这种。应该是啊，虽然比赛可能还没有结束，兄弟们，但是我觉得应该翻不了了，因为没有官子，兄弟们，走这个，我觉得他吃，这些官子都非常的小了，对吧？就是没有什么官了，应该是不行了，你都等不到别人15了，棋盘太不是，小关键了，是，
我也想失误，我哪里可以失误呢？就是都是一些，其实我们看到不会超过三目的关子，都是一些对吧？冲一两目的关子，你就算人家想失误，也不知道去哪失误啊。这个就是比较郁闷的棋了，反正他就踢个劫呗，那个劫免费提的啊。你打他也不给你，他也不会给你认真打的。打了一就打，打不赢就算了。白的心态也非常放松了。黑的是想通过这个劫拿一点便宜，白棋就对无所谓了。斩杀。这就让我想到了韩国的朴廷桓啊。朴廷桓就比小鱼还可惜啊。那个两届应试杯的亚军。而且是两次都感觉他自己的当时的实力比对手会强。对。然后都是莫名他输给中国棋手，都是输给了莫名其妙输给了感觉啊。但现在来看其实是输了就输了，但是在那一瞬间朴廷桓的名气会更大一些。现在是一比三赋予了我们的范廷钰。然后小范也是一战成名，直接收获了世界冠军啊。对。然后等到四年之后好又进了决赛，然后对手感觉好像不比小范强的。然后又是2-1领先啊，然后大家也都知道了，最后被汤伟新啊绝处反击啊，那个2-3绝杀啊。所以说作为一个冠军级别的棋手，其实有时候这种事情也是家常便饭的情况，你很难解释啊，就是你说朴廷桓实力不强吗？对吧，他也他的坚持也换来了今年他也拿了世界冠军的，但是呢在那会儿就不知道咋怎么回事啊，就是鬼使神差的，反正总是会，就是自己，对吧？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球们。反正就像我们这刚才说的小鱼一样，连续两次无限杯的亚军，而且先赢后输，就是只差一盘啊，都是三番棋第一盘获胜，而且是基本上第一盘都是完胜。是。好了，我们把这几步最后看完了。这时候最近肯定什么都硬的啊，因为这个劫它本质上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几目棋，白的不可能涉险的。打这个。对，它就是其实通过打劫，它能够把这些局面顺势简化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算了啊。打这个。它就硬嘛，接住。这样的话棋盘就会越来越小。打这个吗？对。对，它就顺势等于是顺势定型嘛。每一步都提一下，就完事了。就一边打着一边收官。反正你打得赢他就收个别的关子，你打不赢那就那个我就沾上能够这里收获，全部看到收获大概1-2-3目棋。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呗，就不沾。沾上。沾就是放弃劫了。白棋这样沾劫。确实没有劫了，黑的也没有劫财，再下的这都是损劫。白的这里还有各种扑打啊，确实也是，确实啊，其实我看到也是，那个打不动了。那这样的话，白的粘接，这时候我们给大家数数目，最后给大家数一下目，粘上，粘最后两步了，打这个，就到这儿。我们给大家最后判断一下形势，10、11、12、13、14、15。7、8、9、10、11、12、13、14，这是14、29，怎么那么少？1、2、3、4、5、6、7、8、9、10、23，29+23应该是52。黑棋。白棋5、6、7、8、9、10，我最近这都有九目棋了，这块怎么长成九目的啊？14、24、26，啊，裴军已经有算到这已经50了。这个还有个虎口，这虎口至少51，就盘面不见得赢了，基本上盘面一样嘛，就刚刚打上嘛，在黑的下，就基本上盘面一直，其实收官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嘛，盘面大概差不多，我们刚刚也给大家判断了，推完之后大概盘面胜负嘛，就是最后的这一连串的这些关子，其实双方应该说就是打了个平手嘛，所以说把唯一的就是把那个盘面给越来越演小了，其实双方都可能也没有吃亏，没占便宜。接下去应该是一个盘面，可能黑的好一目或盘面平空类似这样的棋啊。但是呢，七目半已经没有可能追回来了，所以下到244手，也是小于投资人输。是，最终我们只能恭喜崔金了啊！这盘棋可以说总体来说下得非常老道，是，就往自己那个擅长的那个技术环节要去引导啊。
在那个耐心的等待下，嗯，我觉得应该这步是背锅的，就等到了小鱼的107的这个冲动的靠断。嗯，但是从全局来看，其实他于志莹的问题手也不多，就是最后的这一块。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步棋冲动了，嗯，主动出击中了对方的这个计了啊，激将法啊。是，如果是当时继续的稳住阵脚收官的话，应该黑特是绝对不差的。嗯，但是呢，这个不没有如果而求了，这就是围棋啊，就跟生活一样，你也不能时光能倒流一样，你再后悔也只能总结经验，从头再来了。嗯，这个小鱼的话，应该是只能说希望他早日啊，那个收获吴清源杯。两届亚军了，两届1-2，非常的可惜。虽然是最后这个被崔静后来居上逆转，就是2-1，嗯，然后屈居亚军，但是我觉得于志莹的表现也已经非常优秀了。只是这盘棋，我觉得崔静展现出了更强大的实力，他状态太好了。更稳定的一些技战术。对，躲过了重拳之后，确实啊。确实，反正希望小鱼早日收获吴清源杯吧，真的。而且两个人明年只能从头再来了。嗯，两个人也为大家奉献了非常精彩的对局。嗯，那最后我们还是祝贺韩国棋手崔京第二次拿到吴清源杯的冠军。嗯，那今天这盘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嗯，再见。